嗨，大家！我从清华毕业啦。在清华的这四年，拥有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回忆之一。游暨大学放榜后，得知要离开台北前往新竹读书时，确实令我内心忐忑不安。然而，在独立住宿的生活体验下，也多了对未来规划的思考机会，不仅让我做了最勇敢的转系决定，并且参与附中三校会和蓝天社，认识了许多外系的朋友们，也因缘际会创立 Immersion One 频道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转系后的我，全力以赴地读书学习，只为了再次获得书卷奖，积极参与企业实习，开拓自己的视野，参加商管各类的比赛，而让自己跟同侪之间有更多的互动。随着毕业季节的来临，想记录毕业过程的念头油然而生，分别企划由北到南的七所大学，台大、政大、阳明交通、清华、亚洲及成功，与我的小学、国中、高中及大学朋友们共同取景毕业照。此外，我也邀请高中同学回母校中山女高一起入境留念，制作这一系列的毕业照，宛似我的毕业纪念册般留下永恒的回忆。历经这特别的时刻相聚，愿我的朋友们未来能在各自的领域上施展理想抱负，并且祝福天下毕业的学子们前程似锦，一切平安顺利。人生的经历总会遭遇许多挫折及难关，即使在清华也不例外，但很高兴自己在这些过程当中都能迎刃而解，且从中培养了自己消化情绪、危机处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些酸甜苦辣都将成为我人生中的养分，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见证自己的鞭策成长。未来我会继续加油，莫忘初衷地继续记录自己的生活，并与大家分享。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I forgot, but all I know is that I miss you a lot, a lot. 7 days of eternity, 7 days in another country. Every cell screams, stay right here, and my legs, they freeze us in fear.